我觉得一开始因为还是球比较慢嘛，所以球速比较慢的时候，然后对于整个的，就是我还是会有一些着急一开始，对，然后有一些节奏没有掌握好的话，就是会出现一些失误的，然后还是去就是去告诉自己，然后就是尽量去把自己的节奏打好，然后就是调整自己，调整好就比分就拉开了。对，就是会更注重于一些变化吧，线路的变化吧，就没有强，就是因为就不会想要去用强攻啊，或者是一些蛮力啊去打，还是去用一些线路去调动对手，然后效果会比较好。I feel like I'm younger than what it was when I was 20, and I'm 27 now, so I feel like I can keep going many years now.我觉得很正常吧，然后我觉得虽然可能我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绩，但是其实我对我自己而言，我也是去挑战每一个对手吧，然后去做好自己，然后不要太把就是奥运冠军这个头衔给自己压力太大了吧，我觉得就不用去想那么多，然后打好每一场球就好了。好，谢谢。